又给你们掌柜的买早点去啊？是啊。您早啊！哎，来了您啊！老规矩啊！对，老规矩，一盆豆浆，六分油条。好嘞。您给包下去。好嘞。谢谢您啊，来给您钱。能卖多少钱？好嘞。哟，这不是刘掌柜吗？小王八蛋。还知道我叫刘掌柜啊？滚！哟，赵先生，您这么早就来了，我这儿正要给您送货去呢。我们掌柜的昨天亲自给您翻箱子底儿，一宿没睡，估计现在还没起呢。啊，我给您。这么早你就过来了？我听说您为我准备东西忙活了一宿啊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您这不是去南方吗？杨贵大到天津了，这两天就要过北京来了。哎，我说，这英吉利在唐古不是被咱们打得屁滚尿流吗？这还没两天呢，怎么就要叫板了？要和他们休约，就是林大人禁烟那回跟他们签的那个条约。咱们还没跟洋鬼子较真呢，他们倒较上板了。我看皇上就该给那些什么英吉利啊、法兰西啊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，让他们知道知道马王爷几只眼。洋人的火气厉害呀、啊！哎，您怎么能长他人威风呢？他们敢跟咱们呲牙，咱们这一拳打得他们满地找牙。郑大人，袁明兄，郑先生。哎呀，郑先生，哎呀，金一成遇故知了。家人可好？啊，好好，啊，我来介绍一下啊。郑元培，郑大人，我的同乡，直隶陆营总兵。张仰山，我的朋友。啊，郑大人，久仰久仰，在下张仰山，恳请张大人到苏州来小憩片刻。来，备茶。好的。啊，张先生，元培功在身，实在是不敢久留啊。如今军情有紧急。如不是碰之前兄，我是连马不会下的。还请二位多多担待。郑大人，您这儿严重了，您是为国征战，在下只好以茶代酒。袁梅兄啊，这两天我回家乡，有什么事情要我办吗？我刚从家里回来，能有什么事儿呢？好啊，茶备好了。来来来，请请请。张兄，之前兄，今日一见，实难有缘。但无奈军情如火，等战事结束，就蒙上门拜访。好，袁梅兄，那咱们一言为定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等你凯旋之日，咱们是不醉不归。郑大人，吉人自有天相，等您
得胜之日如何，之前兄再为你接风。好，二位请留步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袁培兄多保重。郑大人保重。保重。袁培兄多保重啊。真能搭界啊，我看他早晚得栽在这上了。一大早就给我添堵。呸！1860年9月，英法联军在北唐登陆，再度攻占天津。9月18日，清军在张家湾、八里桥一带布防，准备与英法联军展开决战。现在火器还是不太够，赶紧调遣上来。明白。秉政大人，总督大人，请你速速回京，共议军机。知道了。我也正想进城参见大人，这里交给你了，军情重大，不能马虎。是。今天早晨我去了一趟库房，以咱们的货底儿，再撑个10天半个月，肯定是没问题。但是这次的货要是再上不来，就不好办了。你跑一趟潘掌柜那儿再打听打听去。昨天晚上潘掌柜派人捎来口信说，咱们的货已经到山东了，正好赶上长枪会配合洪秀全造反，专接水上的货船，他们就是为了躲江南的长毛，所以才改在江北走水路，哪成想又遇上长枪会了呢。属下直隶总兵郑元培参见总督大人、提督大人。别礼。走走走走。彭大人，听说义王爷此番前去和谈，那洋鬼子比以前是更显得刁蛮无礼，要是这次又谈不成，咱们是不是就真的跟他们开战了？这次上边有心想给洋人点颜色看看，一呢调遣各省的精锐，另一方面就是派人去和谈。依我看是能不打则不打，但求保全才是上策呀。可去年在大沽口咱把洋人打得也是屁滚尿流啊，让他们岸边都没见着，所以他们才学了乖，绕过大沽口从北塘上来，一下子占了天津城。刚有探报说洋人正用骡马拉着大炮上京城来呢。卑职在这儿不敢喝酒了，准备赶快通缉迎敌了。光什么迎敌，要吃饱肚子。再说开战先打的是张家湾，那里有曾哥、林琴挡着呢，我们不用着急。来，走。是啊是啊，蒙古铁骑算是再顶不住洋枪洋炮，可撑上10天半月还是不成问题。况且，现在还在议和嘛？啊！您听说了吗？最近通州那边挺吃紧的，怡亲王和洋鬼子谈判卡了壳，保不准什么时候就得打起来。都说洋鬼子的枪炮厉害，也不知道这北京城能不能守得住。你这都是打哪儿听说的？您忘了，我家就住在张家湾啊。前两天我来了个叔伯弟兄，他告诉我现在那边住的全是兵。卑职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什么话你就说。如若开战，张家湾将首当其冲，而此地一旦失守，通州县城必失，故卑职御前应当在张家湾
部署重兵与敌决战，我方可踏住土垒战壕，由步兵把守，步出战壕一步，用火炮、开枪、弓箭射下洋人步兵，唾弃锐气。我满蒙骑兵部署左右两翼，伺机而动，等待战旗一到，与敌短兵相接，使其火器之长再难以发挥，这样就会将敌可以分割成数段，加以危险。一派胡言！此次御敌方略是经圣上批奏的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议论圣上御敌之策，我腻味了是不是？恒大人，恕卑职斗胆，照此部署，战端一开，我军将必败无疑。放肆！当今圣上乃一代明君，宋王爷乃满蒙第一英雄好汉，殿下开战在即，你却大放厥词，妄议圣裁，扰乱军心，敌法当斩立决。不过本官念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际，战不发落，召你戴罪立功，再行论处。谢大人。小的给您请安了。啊，不知郑大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。张先生，仓主之见冒昧来访，实在有一事相求。郑大人您客气了，来，咱们坐下说。好。我刚才从直隶总督府来，咱们和洋人的和谈没有谈成，他把洋人全部抓了回来，关在了刑部大狱。如此看来，开战是在所难免了。我这一去，怕是不能尽孝了。张大人，您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国家危难之时，我等自当全力以赴，报效朝廷，纵死不惜。郑大人，您这……这是我来之前匆忙写成的。上次见之前，见得也太匆忙，居然忘了他住在哪里。除了您家松竹斋，我在京城实在是没地方可去，所以冒昧前来，还请您将此情转交给之前，再请他交给我的家人。元培，先谢过了。如今是外敌当前，像仰山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能够为郑大人效尽犬马之劳，实在是万分的荣幸啊。江先生，拜托了。嗯，掌柜的，郑大人呢？走了。走了？他这回连口茶都没喝。这回怕是真的被你说中了。哎，不是，掌柜的，我说中什么了？要开战啊？郑大人说的。他还说什么了？别的没说什么，只是来送了封家书。家书？张掌柜的在家吗？哟，这位公公您来了。在下张阳山，公卫府分部。哎，咱们里边请。内务府刘大人有命，松都斋即可筹备素白官者5000，分3、5、7日，三批供应，不得有误。公公容禀，小店货源均在江南，因今年长毛闹得厉害，锁定货品数月内无法抵达，库房也已经空虚，恐怕在短时间之内难以凑够5000官者，能请公公向刘总管多美言几句，再多给几日宽限，您看如何？宽限？那谁给我宽限呀？今儿准你分3次供应，那是刘大人体恤下情，才特别恩典。这批货是急着送热乎的。我说张掌柜的，你得明白，这档子事儿事关重大，交与你承办，那可是你的福气。刘大人说了，
要是办不好啊，这松珠斋和我的脑袋可就没了。这给皇上当差，嘿，这回我看啊是要把自己给当皇喽。5000领纸啊，啊，这小子从哪儿变出来的？嘿，茂源斋是吃不上皇粮，可也不会为了缺几领纸脑袋没了吧？古斋啊，沏茶去啊！哎，快快快快！哎，快点！掌柜的，您看咱这大炮多厉害，打英国鬼子应该没问题吧？啊，没问题。满江啊，赶紧的啊！哦。你来看一下火器到了没有？哎，那不是郑大人吗？江先生，江先生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？一言难尽。有一批货，内务府紧着要，我生怕万一有什么闪失，就带着满江亲自一块把他接回来。昨天你们有跟我说过，昨天您刚走，内务府就来人了，说是要5000领素白官折送热河。5000领官折送热河，还要得这么急？周大人，火器还没到。知道了，焦先生，现在暂时一触即发，此地不可久留，你还是改走小道为好，脚程和走官道差不太多，那样还安全些。我派两个人把你送过去，你看如何？那就听郑大人的安排。掌柜的，这才3天啊，怎么一个活人都没有了？看来我们真是打败仗了。那这时候洋鬼子也不知道打到哪儿去了。是啊，会不会打进北京了？1860年9月18日中午，英法联军先遣部队7000人向布防在张家湾的清军开战，张家湾失守，英法联军随即占领通州县城，所过之处居民死伤无数。9月21日7时，清军全线后撤至8里桥，英法联军分3路向8里桥发动进攻，集结在此的30000清军步骑兵奋战4小时，除瑞林部溃败外，其全部战死。桥也丢了，那
那洋人是不是直接可以打进北京了？范江啊，你看，那是不是郑大人的马？掌柜的，您说这什么世道啊？现在这人有家都不敢回了。就这儿吧，看郑大人的样子，再走下去是不行了。怎么办啊？照这样流法的话，人肯定是挺不过去的。那咱也没辙呀，这方圆十几里内连个活人都见不着，您让我上哪儿找大夫去啊？哎，安江，你到外边车上去，给我拿一锭胡开文的苍皮纸来。什么？快去呀！哎，墨来了。哎，掌柜的，这可是胡开文的百年老墨，比金的还贵啊！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救人要紧，救人也用不着这个呀。哎，安江，你去再拿一批那个宣纸来，另外抽出几张烧纸灰一块带过来。好。纸来了。掌柜的，您这是？我记得我在《本草纲目》上看过，墨为百草之霜，固可入药，具有消炎止血之功效。那这刀枪的伤也能治吗？这是没法子的法子，试试吧。但愿郑大人能挨过这一关呢。哎，安江，你去把剩下的宣纸都浸上水。哦。这血还真止住了，这文房四宝还能救人呢？何止能救人呢？这文房四宝还能杀人呢。这是天不绝人呐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您快出来看看吧。我还以为他们都躲出去了呢。昨晚多亏了此地，我们才救了郑大人。可是你们却惨遭灭门，还是把他们埋了吧，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种报答。掌柜的，这两个洋鬼子咱就别管了，留着他们在这喂狗。也把他们埋了吧，做了异乡鬼，也算是得到的一种报应吧。袁培兄怎么样了？亲，这阵儿好多了。哎，我说志谦兄啊，您可是差一点就见不着您这位同乡了，从阎王爷那儿回来的。哎，志谦兄啊，您是怎么知道他从我这儿养伤的？上个月初
他家里收到袁培兄报平安的家书，我那会儿正在他们家看望郑老爷子。哦，袁培兄一觉醒来就急着给家人写信报平安，真是个孝子，是我让伙计帮他寄出的，投的是英国人开的邮局，还担心能不能收得着呢。收着了，收着了。啊，我还说怎么全是杨叔儿呢。哎，知县兄，您在箱子里边是袁培兄信里要的东西。郑老太爷听说我要来京城，就托我带过来了，嘱咐我路上一定要小心。是什么？我还真不知道。知县兄，哎呀，袁培兄，一进门就听见了，赶紧出来迎接啊！知县兄，袁培兄啊，你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。这是你要的东西，令尊大人跟我说，这里边有一封他亲笔家书，令尊大人一再嘱咐我，要我把东西亲手交在你的手里。啊，快打开看看吧。知县兄，辛苦你了，我就盼着这东西呢。哎，知县兄，咱们坐。好好。袁培兄，莫非你要出门吗？你说的没错，这东西一到，我就要跟二位告辞了。袁培兄啊，你在这养伤不是挺好的吗？洋人虽然撤兵了，可外边还是兵荒马乱的，皇上还躲在热河不敢回銮呢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正是因为兵荒马乱，国家正是用人之际，我每天躲在这里心里实在是不安。听说僧格林县大人驻扎在城北，我想前去自首。八里桥一战，我直隶绿营四线好汉全部殉国，多亏杨三兄大喜相救，郑某人今天才能在此。每每想起通州血战，如果不是我等无能，京城怎会落入洋人之手？连圆明园也被付之一炬，何等的奇耻大辱啊！这两个月以来，多亏杨三兄悉心照顾，我的伤已经痊愈。如果郑某再因贪生苟活于此，良心不安，也无颜面对我八里桥战死的弟兄。我主意已定，请二位就放我走吧。杨三兄，你我萍水相逢，却一见如故。刚才我们大救于乱军之中，大恩不言谢。如果我郑元培再没有机会回来报恩，也还有我的子孙后代，请受元培一拜。袁培兄，我早已料到您不会久留，不过今日此别太过突然，阳山素来敬您英雄泪落，袁培兄执意要走，阳山不便挽留，今生与兄能够相遇，也是三生有幸。杨三兄，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字画，我身为罪臣，将来不知如何，一旦有不测，恐怕这画也保不住，望你代为保留。快速的侦缉。
秋叶小姐，我今天晚上想请你吃饭。伊万先生，真不好意思。又是因为杨大人？是，我稍后要去见他，所以晚餐恐怕要改日了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那么爱杨大人，他同样也那么爱你，那你为什么不能公开的跟他在一起？怎么说呢，杨大人刚刚调任了刑部左侍郎，如果传出去和一个像我这样的烟花女子有染，弄不好是要丢官的。大家好，我这赶车赶得好好的，这小子窜上来就把我给拽下来。您这给洋人当差就直米药了是吧？你这怎么说啊？您是谁？有什么事儿？我只跟人说话，不跟鬼子说话。你小子不耐烦了。伊万先生，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这狗奴才，今儿要不叫他，你非往自己姓什么你？你想打我的车夫，开口就骂我。你以为你是谁呀、啊？你应该小心一点。谁小心点？打你车夫怎么了？我打你呢！来，我起先住手！有话好好说嘛，何必急着动手呢？是不是伊万先生？啊，这位公子也请先消消气。不，这问题很简单，他不懂事儿。想必刚才是我们家车夫急着赶路，把您的衣服给弄脏了，真是对不住，秋月在这儿给您赔个不是了。其实啊，这也没什么，就是他给洋鬼子当差，他得要求谁是鬼子？我说你是鬼子，你妈我是鬼子，鬼呢？你问我滚！哎，住手！好了，这位是我的朋友，华阿道士银行的伊万先生。公子家要是住得不远的话，可以先回家换身衣服，然后我们把这身衣服将洗干净再送回府上。如果你买不起新衣服，我给你买一套。你说什么呢？琉璃厂松竹斋听说过吗？那南纸店是我们家买的，我买不起衣服。公子家是在琉璃厂的松竹斋？是啊，姑娘有什么需要？啊，没什么，早就听说了松竹斋的南纸店货是又精又全，没想到今天碰上了店主。哎，谢谢，走吧。啊，公子要不怪罪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敢问芳名？你叫我秋月就可以了。秋月姐姐，以后有时间去我那儿坐坐。今儿个一定要见你们老掌柜的，无论如何也要把上批货的银票拿回去，我求您了。我们老掌柜的病了，我这当伙计的呀，做不了这么大的主。再说现在松竹斋的周转确实有点难，您回去啊，跟潘掌柜的多美言几句，就说冲着祖上200年的精诚合作，也要相信松竹斋绝不会欠你们的账。哎呦我的林爷爷，照您这么说，我一个大子也拿不回去了。要是这样的话，下批往翰林院送的货我就不给您送这儿来了。好啊，那你就把货啊直接送到翰林院去啊，看他们给不给你银子。孙少爷来了，老掌柜的病好点了吗？我叔呢？他没来啊。哪儿去了？掌柜的去哪儿他不爷爷，我这当伙计的能问吗？嘿，是我妈让我找他回去呢。这哟，季莲，来来来，
你爸呢？我爸说呀，他怎么自己去了？他说好叫上我的，赶紧找他去，家里人都等着呢，这都。大家注意了啊！现在开始下注。玉麒麟三两，玉麒麟三两，玉麒麟五两，玉麒麟五两，飞将军八两，飞将军八两，飞将军五两，玉麒麟十两，最后一次了，还有没有下注的？再给我加本金五两。好嘞，队长的，张先生玉麒麟再加五两。各位，请赏眼吧。张爷，您这三十两是玩完了吧？谁胜谁负还不知道。庄家，再给我加本金七十两。这五十五两银子的蛐蛐，它能是一般货色吗？啊，这两强相争，它肯定是场恶战啊！玉麒麟上！爸，我让幼林去叫山林他们爷俩了，应该很快就回来，您别着急啊。叔儿，爸，哎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这不我大娘让幼林找您回去。叔儿，今儿您事办的可不地道，上这儿来您不叫我。我跟你说，今儿咱这玉麒麟啊，可给咱们大涨了威风，把他挂头牌大将军整个给弄残了。叔儿，你这不是馋我呢吗？下次叔叔一定带你来，说话算话，说话算话，一定。哎，什么事儿？你妈还让你们俩上这儿找我？这我妈也没说，好像是我爷爷叫你。你爷爷？这里妈呀，王林走得早，你年轻轻的就扯着幼林伺候了，王林妈又伺候我。我是想起这事我就心疼啊，我恨不得我早点。爸，我要你有件事情答应我。爸，您说吧，但凡媳妇能做到的。我要你等我百年之后，爸，把宋珠斋给我支撑下去。您这话可吓死媳妇儿了。你看山林这个样子，他的心思根本就没在这儿。麒麟和幼林年纪有上下，铺子里的事只有你心里最清楚。我走了之后，松竹斋难免有过不去的坎儿，到时候谁担事儿？掌柜的，哟，虎城回来了。哎，那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那东西啊，现在应该到了王爷手里了。走，这王鹤年呢，是恭王府的大管家，他应了这事儿，肯定就没问题了。况且我们私交还不错，前几天还一块喝酒来着。虎城呐，我可不是不信你啊。按理说呢，这恭王府的大管家可是王爷身边的人，那是何等的身份呢？咱们这种买卖人怎么能跟人家大管家搭呼上呢？他王鹤年也不是生下来就是大管家，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在恭王府也就是跑腿的，混到今天这个位子，我没少给他出谋划策。护臣呢，这件事情要是办成了，我绝对不让你白忙活。你是知道的，松竹斋在琉璃厂戳了200多年了，别的不说，就光特供科考用纸，那不就等于坐地收银子吗？琉璃厂这条街上有多少男纸店呢？谁不眼红啊？要不是你想出来这高招，哪轮得上怎么茂元斋惦记这把子生意？不是，这招不都是人想出来的吗？哎，掌柜的，我可听说
张家的老太爷这回病得不轻，八成是快不行了。咱要是赶上这个当口，嗯，把科考供职的买卖呛到手，那可就是老天爷帮忙了。别人再怎么着啊，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。您说是不是？你脑子转得快，除了你，谁能想到这儿啊？这张养山病了快一个月了，他那二儿子张山林是一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，孙子辈儿就更提不上。这张养山要是一蹬腿儿，松竹斋就算完了。哎呀，这是老天爷帮我冒元斋呀。嗯，咋了？二弟，快来，大镇等着你呢。爸，二弟跟纪灵来了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爸，你看给二弟急的，东西都不知道放哪儿了。幼林，幼林，快喊爷爷。爷爷，今天把你们大家伙都叫来，想必你们心里都清楚，我是要把家里边事儿都交代了。纪林，你到那柜子后面把那门打开，把那账目盒子给我拿过来。哎，绝不能小瞧了张家。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我这琢磨着王爷的事儿，我心还是不踏实。这恭亲王江国执政都多少年了，人家什么没见过呀？能看得上咱们给的那幅怀素的字儿吗？又是个摹本，应该是八九不离十吧。王爷热衷于收藏名人的书法，你像苏东坡、欧阳询、米芾的他都有了，差的就是怀素和尚的。可是没有怀素的能称得上自己是收藏家吗？咱们进宫那帖子虽然不是怀素的真迹，可也是北宋的摹本，照理说也拿得出手了。是拿得出手了，可是那是一千两银子呀。这要是王爷连眼睛都不加我们，这不就鸡飞蛋打了吗？掌柜的，您就把心呐放在肚里。胡臣呐，这事儿你还得多费心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咱们要让他万无一失。